嗨，大家好，我叫苏炳诺，日喜帖，家住在沙雅县央达格西海尔县库尔玛麦里顺。我现在是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大二学生。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妈妈。爸爸妈妈在家从事种地和养殖，我们家有七十亩地，还有十多头牛，平时都是爸爸妈妈在照顾。我还有一个姐姐，姐姐去年刚大学毕业以后，考上了公务员，现在她已经在上班了。弟弟现在和我一样是一个学生。这些是我还有我弟弟还有我姐姐的荣誉证书。姐姐就是我们的榜样。我现在要开始学习，我学的是艺术设计专业。每一天我都会定时练习画画，看专业课的书本。平时放假回来，我也会做家务的，扫地、擦桌子、浇花，还有跟妈妈一起摘菜。我妈做的饭可好吃的。现在我们一家人要吃饭了，饭后我们一起看个书，聊聊天。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也会像姐姐一样好好学习，毕业后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。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幸福快乐的生活。